你婆婆妈妈的。阿香，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啊？哎呀，你走啊，走啊，你走，走。喂，我问你，我杀那个乞丐有错吗？我不杀他，难道等他来杀我啊？可是他不一定会，他不见得会杀你啊。倘若呢？万一呢？曹大侠，我可不像你一样，成天有什么师父、师叔、师兄、师弟的一大堆人围着你转。我长大的地方，不是我杀人，便是人杀我。即便是有1%的几率，也宁可错杀，绝不放过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我根本活不到今天。阿香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，也不觉得你做的不对。我担心，如果那老乞丐就是个普通的老乞丐，你杀错了人，你会难过的。放屁！我又不像你们一样假惺惺的，有什么好难过的？杀错就杀错了呗。阿香，你肯定会难过的，你一定会难过的。你心肠这么好，怎么可能不难过呢？对吧？你怎么知道我心肠好啊？阿香，我不知道你，谁知道啊？阿香，你从来没跟我讲过你小时候的事儿。你刚刚说你长大的地方，阿香，为什么你长大的地方那么苦啊？你叫个屁啊！阿香。